帮我打两个蛋黄，碎了，这个不行，我是废物。磊磊，你为什么？他一直在打下手。我觉得这是我进来20天最平静的、最治愈的一些原因。就是做饭是最好的疗愈的过程，很快乐，开心吗，李一姐？有快乐一点吗？看到一帮男人在这儿，8个男人只是为了你，救命！这么多东西，我必须得尝一下这个披萨。